我一两转，我现在那个应该是不会看到的。确实，用神之爱换回食物值的血钻，确实。怎么都没有电啊？他妈一颗小电是怎样？我给你啊。好久没玩就跑到游戏啊，看一下我跟你姐妹不一样。有啊。 所以现在会卡是不是？卡了。日台玩不了。我给这个。我最爱的卡被关进合成器了，没差了。反正我开也打不过那些手吧。现在拿猎兽，就是这种蛮猛。 哎，算了，主管线玩这怎么游戏？哎，没人要这个、啊。输管线玩这什么游戏？去河啊，走啊。哎，对哦，回头。哎，不然我们去那边河好了。探盟。嗯哼。有啦，至少有一个还有在玩的人，带就比较不会那么落塞。哎，那确实。那之后跟美女玩怎么办？只能说会比较重攻。 在美女去玩他妈的卡可夫啊！卡可夫都没有会赚，不知道怎样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刚玩，然后我们都也没什么死，然后他钱就越来越少。哎，他有偷买东西，他其实在升级他的长生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升级他的长生树啊。应该是吧。嗯，入口是安安，可能他牛逼安安。 玩一下啊！哎，啊，这是上半季啊！靠腰，对啊，下半季啊。啊，你上半季有顶裂啊？对，刚刚中标。没有啊，上半季没有啊。上季哦，上季。这游戏还有人可以顶裂啊？<笑>有啊。对，跟我一样有病毒。我来修一下我手把。 手把是都自动走路吗？301，自动跑步。那天天飞起来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？嗯，正常吧。现在改回来正常了。所以他现在直播不会这样转。不会。其实我只觉得，我之前看那影片的人都稍微生气。哎，看我觉得这样改不错哦。 刚好我就不错啊，我很赞成他这样改啊。都我也觉得，真爽。反正玩天线的都把这些手把破嘛。确实。哎，你不是手牌玩天线？那只能说对自己很有信心。天线都很猛，好不好？根本打不过。飞起来就是给你一管。就知道你这就知道你这局回来玩哦。 你一定是想到这些周琦是还要我跟我在这边回忆哦，忍不住了。没有啊，昨天他妈周琦是问我啊，啊，我说他可以玩啊，玩家，他在问我，靠腰，他叫玩什么我就玩什么。干跳刀，只差那个马罗兰我没有听他说要去玩，因为我在想那个游戏。啊，周琦这边在打斗阵。啊？ 斗阵我就玩一季而已啊，就玩。靠腰，你玩斗阵，我一直遇到你，跟我说一直玩下。我是玩一季，我是一季。哦，那就那跟我差不多。第一季，你现在标志不强。不会啊，我就玩完了，我就第一，我那季就回去练那个输出啊。哈哈，可以哦。不要管我。哎，这没缺呢。还我朱子成功。好了，不然我们搭。 传到那边了，要走传中门是不是？直接过去。我只知道斗阵第一季真的蛮多老熟人，战斗红茶我也遇到。他是第二季就没什么人玩了、啊。战斗红茶第一季也没玩吧？没有啊，不是有吧？战斗红茶、欸。第一季也没有啊，没有，他是三四季回来。对，我是说那个斗阵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被扫到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三个回去。他怎么有一个走这么快？不知道，我没有去跟传送啊，我想说为什么要吃酒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走这边？
不是啊，他直接进圈比较快啊。欸，他现在这个，他这里没人啊。那时候张红茶不是跟那个冰火玩的蛮开心的吗？哇，我是不知道啊。他们在玩的时候，我已经觉得游戏不好玩了。看，刚刚排，不要排。喂，悠早安。所以你是三分钟热度的人。确实，没错，没有啊。那游戏一下就没人玩了。那就没有玩的必要了。妈的，还跟我说什么？还妈的，一堆人跟我说，欸，我不要去，会红很久，欸，干老师，他妈的，没多久是吧？我也是这么跟我身边。不要去，最好玩。不瞒你说啊，我也是这么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啊。可是他没热度的时候，我也是第一个跟我朋友凑的。超级可悲，这游戏超级可悲。欸，有没有大电脑想过来分一个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要？我看到你捡他靠呀！妈，你不去做，你去做看，你不做电，还跟我要的呀？对，这么说讲是对。我有撞过那个龙打，欸，凯瑞他一把。你要确定耶，欸？你要确定耶，欸？凯瑞他一把，你要确定耶，欸？那把队友都很强啊，我只能这样说。跟大家说，你只有两颗，没有，我这时候不用讲话，自己爽哦。早上又在，没有吧？就只是人家玩一下那个回忆而已，玩一玩就让回忆啊。哎，如果那些，没有人，他看起来他是蛮编的哦。他看起来是幻象哎，那样跑是怎样？我怎么看了？现在全满编了。在后面，被他们打了啦。他在原地吧，我怎么没看到人？脚步声。这边，打一百，打一百五。哎，左边天线升起来，他心里有哥哥，你杀一个好不好？就其他们。哎，怎么多人了？我操！换枪，换枪。我被推要跟我说，艾瑞克。应该推了吧？他们应该推了。推我。欸，一个 AD 天线，打个，你有扫吗？你有扫吗？几秒？左右边一只，你帮我扫个吧。这边一个，我的机枪，幻象没血，幻象没血。哎呦，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走，上面有人走。进来，拉一下，你跑。哎，上面两组，我搬，可以血秒他一拐。来，走，来。我不在里面打，我不在里面打，你们。那个 AD， 那个 AD。哎，又一组飞过来。完了，打一个。不会死了，我会打。冷静，这边超级多人，冷静。包谁进去？他也想救，包谁进去？先赶紧把他拉起来啊！艾瑞克瑶，我没有等敌了。好来哦，我卡这个门。哎呀，你前面，我卡那个门。我去砍另外一个门。你们可以绕最侧啊，我这边我最侧都安全啊。等一下，没一个。我把你丢了，我把你丢了。你们卡。不行了，他差点下来了。没血，狗没血。看怎么会有雷呀，啊？这里操！哇！好啊哟，谢谢订阅，谢谢。哎呦！哎，我们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边看，他玩得很开心，他是不是很爽？我打很多，好不好？打170、180，哎，我没唬我。然后我把他守，我开始打奇尔，我们打不同只啊，你打那个，那个奇尔在看我，那个另外一个都没看我的车啊。然后我们这样能加分，没差了，不怕了。打这么烂也可以加分，多开一点肯定，那肯定得多开。还好没有，我那个门来三个，我换了一个打一个。感觉你不应该塞标，你应该卡好就好，不要动就好。你把那个门弄歪。没有，我没有抓那个门，我那个门是我还故意往前的，标是往前的，所以我是无损秒一个。啊，你的门是不要踹烂，是不是？不要踹烂啊！早知道就出去了，妈的，早知道我应该不要管你，去找艾瑞克。打人越多越兴奋哎，欸！干那边三四组，你们还是想冲上去干哎，欸？对，我赛季15有玩哎，靠腰。啊，我就听他扣啊，说被洗了，我想到。哎，我是问你好不好？我们就是问你，你说好啊。我跟你说要不要飞？阿龙来了，早安。肯定好啊，干你啊！你说要操人，我肯定上啊。走。我两个队友就像在走到玩具店里面迷失的小孩啊。
跟 Snap Down 一样啊。看到了就想操啊，看到玩具就想买啊，停不下来、欸，怎么办？我好像飞起来没有跟以前好像差不多，还是有变飘。没差吧？哎、欸，我不玩那角色哎、欸。刚才发台车先发个样哎，传家宝没有抽。传家宝个懒的。妈的，没钱怎么抽？新年嘛，子的。没改哦。我觉得他可以改那个啦。加这把枪。飞起来时候不准，然后如果到最高的时候准。也太丑了吧！他怎么会有个人在这边啊？哦。就你要到、啊、要到最高点的时候才是准心才会稳。上升的时候。就可以防止人家上升的时候给你管。没有啦，就是只要飞起来过个两秒后才会准，比较正常一点。不是上升到最高有点太久了。这还是传说造型是怎样啊？天际线，这看起来超像有国小的黏土作品哎、欸。搞一堆选手会靠背，看超级丑的。反正这游戏反正就是在服务这些选手。嗯，服务到不是好几个战队解散了吗？不是啊，那是战队啊，又不是服务选手，不一样啊。你是在他让那些选手爽，那些战队也不爽啊！啊，战队不爽就不跟你玩了、啊，不搞那个。Star Wars， 就不搞那个，就是不赞助了。他不分他们钱，对，赶快换，等下拿去三个冤案，玩这有下有意思吗？看跟谁玩呢、啊？跟头骑士，跟头骑士玩肯定是有意思的。要飞就是死，要飞就是一起飞啊！要死就是一起死啊！对啊，老师，我们就是在这上面的，为什么说我死不懂？哎、欸，我操，肉肉，你看起来就比较欠杀。四个月，被另外一队打。感谢肉肉四个月，谢谢。一滴血都没扣，一滴都没有。感谢。42878，哎，啊，你是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那 bug 一堆，不用看那个，白吃东西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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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以为只是开玩笑哎、欸，没想到会真的定。啊，谢谢肉肉。你他妈用手把？哇！干真假、啊？台湾捡不钝啊！你好像真的打算就一个这样到 B 两方中你一进没完，真的打算从零开始、欸？对，没人呢。连我们影片要都用手把，没有道理不练。我跟你说啦，要上分简单，好像找阿奇、啊，阿奇现在好像是很猛的，拿阿奇师啊。你就找阿奇，干阿奇如果要上分就不会跟我们玩啦、啊，干这是冲突的。不会啊，阿奇说我们好像他上期不是打了两只顶猎吗？我说这年头还、啊、这一季还把顶猎，这就有病。你这样讲他那个，他更不感觉他更不可能跟我们两个玩。扣他一下哦，都拜托他一下，看在以前的面子。哈哈哈！叫他不要虚，叫他不要虚举重的、啊，以前都骂他，我都没有骂他。啊、以前我都跟他搞耍帮的。来秀一下我的手把，跳！他跟艾尔登的那个动作不一样，反过来了按键。哎、欸，下铁山是没怎么聊啊？啊，蛮多人用的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个罐。再有料也是肯定没你手把有料。我受不了，我觉得我自己好迟缓，我受不了。哎、欸，现在看还牛不牛？牛牛，没动过。牛逼宝宝，又没大电呢、欸，自己的电池是被人家偷走了，是不是？赶紧！哎、欸，没错，都在我这。赶紧多做几颗哦。哎、欸，这怎么飞啊？哎、欸，他搭我们的气球飞过去。老哥，
我们的气球，对啊，哦，看到了。哎，老哥，没有等级啊，欠一颗哦，还要自己做哦，没钱了，哦，没钱，到底，我有三颗啊，那再做，再分一颗啊，上一把欠的，还要土匪，还要好久没电呢，靠腰。 来了，认真啊，认真顶级标准要来啊！休息一下这个跟枪，可以帮你说啊，可以说啊，妈，你自己去那台洗屏哦。妈的，到时候他妈去买一个新滑鼠。哈哈，不是海盗船塞扣吗？还是已经哦，我记得啊，我想起来，哈哈，好可，哇 ，QQ， 他妈的，我去买，顺便再买一个精英手把。 大家知道我精英手，哎，这里有，也是那块无限，我会挖耳机那招。那有人是不是老哥？有的，我们现在没看到哦。 找一个脚印50秒前，好，感谢赌都赠送的这个订阅，谢谢你。阿里嘎多，嗯嘛，傻小啊，好了，感觉龟狗都骂了，感觉下次有人送我订阅的时候，我也来骂一下好了。45秒前，跑走了吧，我不知道跑了。 哎，干！我那没有空投哎。干！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买这游戏的通行证。妈的！哈哈哈哈哈！这里，机器人，哎，他看起来蛮会玩的。哎，这个，落弹，可以打吗？天线，3、2、1，打！哇，假打了。 哎，自主看起来是会玩的。我打到1，我打到11，我只能说超级惨。那我只能说那个打很多哎。看我这一枪没压到这样。他进去没有？他进去啊。赵连长，在合成。赵连长。来啦，咖喱鸟，开顶。那个天线爆甲。天线还是肉，天线还是肉。他给我合甲啊。打，好老干，好老干。 他给我合甲是怎样啊？不是，他给我合甲是怎样啊？操！抱甲，抱甲，抱甲！看他把包弄下去了。他给我合甲，好靠，好靠，没有哎。当人呢？都没有送蛋，有啊有啊，这里分给你，我换金蛋。 看到吗，老哥？有有有，有没有中过？白痴！要求不要那么多了，没钱了。啊！做个屁！小威，你是想换新滑鼠是不是？厉害哦！ 赶紧去换那个雷蛇，什么？雷蛇好不好用啊？感觉还要。教授是说最顶，然后我看蛮多。不是哦，这自己是用那个吗？不是哦，这也就不懂了。龟狗讲这句话，意思就是哪家工需要工伤，赶紧来哦。哈哈哈哈哈。也是。怎么可能是自己想要哪个滑鼠去换啊？这句话就是说。雷蛇不是听说很普通吗？还是现在雷蛇猛起来了？ 他那款说自己在接工商吧。Leo，早安。没有，是我真的研究过，只是后来那个 G4 大打折我才买。不是啊，现在不是有一颗新的，那个叫什么 ？Lowy 的。哦 ，Lowy 的，对对对 ，Lowy 的。好像是什么EC2的那个，什么的那个的无线版。哦，对 ，Lowy 的，可是超贵，好像 6000块多。没有，4000块5000块，忘记了。还要四五千，傻小。 那我只能说 G Pro 准星的颜色。那我只能说 G Pro 是物美价廉啊。没错。
错，我只能说巨兽是物美价廉。那雷神那一只多少钱？5000啊，好像也是4000多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人，好像我好像蛮久没有讲出海妖船以外名字。那站着不动是不是啊？来啦，然后拉过去，哎、欸，弄一条绳子还怎么样的？我刚弄完了，我要先离开这鬼地方。你、欸、我会摔死，哎呀，我会摔死。哎呀，好恐怖哦，这绳子。哎、欸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看、欸、看你。我是觉得这组推不到啊，我觉得不用推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小龟，我引力电梯开起来了，赶紧飞上来。黑钻不是失主、啊，哎呦，但真的有小帮手。我今天踩的旗号好看。啊，米姑呀，十年老龟粉啊，求 BB， 你在耍假吗，老哥？他们在站着不动，给我打。在刷军伤，我现在伤害才229，不知道怎样。他们就被他吃。感觉，你们两个是附件的话，我们是可以慢慢来啊。哎、欸，这那个。啊，回船这边找不到其他人。哈哈，确实。干脆站住。不是谁要跟我们两个玩啦？操！要上分的肯定都是先排泄啊。你意思我不是来上分的是吧？觉得上分上到累了会找我们搞耍、啊，开个小号就好。不是哦，那些都是在搞耍来找你们的。我是知道你们可以一定可以上分才过来的。就铁杖不铁杖吗？哎、欸，来来来来，近点，机器人二零。有天线吗？我没看清楚。在那红条。有到一个，真假？炸那个爆甲！我知道我吸的地方，我吸到一个，我吸到一个，爆甲爆甲爆甲，他爆甲，112，飞起来那个！哎呦，我拉你，提前一滴！到了到了，他有两个红甲、啊，他好凶哦！有一组起飞了，有人要推我，有人要推我！哎、欸，飞过来，飞过来，飞过来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OK， 我们看他先拉扯一下。我进去找你了，他们好猛哦！先走吧，先走吧，有另一组，先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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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拉拉，哎、欸，坐在这里啊，靠右。我知道啊，但是屁眼有人啊，你不能射他，你不能射他，我要先走。走走走，你走，我先勾脚，我先勾走，你我帮你架，我帮你架。我不能走，我不能走。他有个屁眼，角色问题啊，没办法。走吧走吧，哎、欸，他们从外挂、欸。有一组他们很猛啊，就是我标那红甲那组啊，全部都打头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很凶哎、欸，有一组很猛。那一组一开始遇到那一组啊，他妈三红甲很猛。对啊，不要再整几点。加油，艾瑞克！我一下烟鬼开冲了。右边有人跟你说，右边有人跟你说，马上标给你。靠腰，这组。哎呀，过来过来，就左边。我觉得我是先绕一圈的、啊。绕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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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掉啊。这个。什么外猎杀也来创，外挂也要来凑热闹，杀小。哎、欸，对、啊，他们有一个很猛哎、欸，就敲头子呀。对啊，全部都敲头哎、欸。机器人。头痛的啦。机器人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机器人啊。啊，他怎么笨笨的啊？啊，他只讲。我只能说他是很准的啊，他只讲笨笨的。哦，兄弟来帮忙了，兄弟来帮忙了。你觉得你捡得到我的牌吗？我是觉得捡到也付不了。欸、不好说哎、欸，付得了，付得了啊！来来来，我附近应该是有个孤狼啊，帮我先躲下来孤狼。那是老天机啊！啊算了，你自己玩自己啊，不要救啊，反正我也没什么用。天机应该在你附近，小心一下。哦，老哥，一二三。啊七打我七发五颗头，那个机器人。他们不在这啊！啊，算是死掉，没事，当没做。第二算你赢，第一你就是征集赢家。感觉我是先缺，我是缺个子弹呢、啊。你捡我的、啊？要在哪？
哦，鸟一只吗？露头位，不要惹他。哦、哎呦，好帅哦！换掉底波犬转他。有、哦，好像有戏哦。哎呦，150。 感觉是先进圈再说啊！开锁，哦，绕一圈，完了，这个闭眼锁，完蛋，好像可有点小危，有人在追杀你耶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在追你？老大哥来了，那个新玩法，冷静啊，这边没圈啊，冷静啊！ 哦，他发现这里没钱了，他终于发现了。他叫终于跟到台了，艾瑞克摇来个安安。安安对啊，安安。九啊，早安。哦，顶天密道吗？哎，感觉我捡到白花，现在可以复位。没啥了，刚没有要捡，就没啥。第二张。 哎，等下过去哦。啊，哪个？还可以吗？喂、欸，这边有个人，他是外挂是不是啊？我们是这样看的。感觉他们蛮准的，确实蛮像外挂的。有人会这样子一直看人吗？天才美少女香菜。我感觉他们会来我这里耶，感觉挡一下耶。他没有圈吗？哦，他没有圈呢、啊。 你少，你慢慢爽。你找那些天机线饼啦、啊？没有啊，那个啊，刚才是那坐姿瓦基啊，不是天机线。不是啦，天才那个哎、欸，天才美少女香菜是天机线呢、欸。然后他绕干的那个。那组组门还不死，死两个、欸。没有啊，天机线很早就跑了、啊，我飞秒的时候他在我右手边呢、欸。你说我们一开始打那组吗？对啊，他天机线没死啊。 天机线在我面前冲，跑掉了，然后你再，那你开始本来想射他，后面我。因为一开始那组是机器人，狗狗跟瓦基亚，那是瓦基亚，我打死的。瓦个烂呐、啊！干他不是飞起来，他妈的我打他一拳，哪里有天哪里他妈瓦基啦？哎、欸，对，我操！瓦个烂呐、啊！靠，要不然怎么飞的？怎样？终于是把他丢了是不是？干他确实，干他 Q 在。白带的外挂确实，我也一直遇到。 老哥，我还之前安东打，对方有啥用？哎，不换刀啊！王九之前的治愈法呢？安五分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个怎么 ？OK， 送我了啊！第二名算我赢。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看能不能一打三啊！ 一打三，想一下，50分订阅。<笑>哦，完了，老哥，你干嘛？这边干嘛？哇，盖子超小，直接用血海过来。干嘛？小哥你紧张哦，不敢送哦。他们有675滴耶。发传家吧。 妈，这游戏也追！我只说他那个火确实是丢的准啊，靠腰那个火烧我六七十滴是怎样？阿兰萨之爪，干烂哪里？噔噔噔！来猜一下下一个会出的传家宝是谁？ 盔皮头，阿玛斯，哎、欸，阿玛斯是，阿玛斯已经好了，对。<笑>
哎，阿瓦是有了，哎，阿瓦是有嘞，对，艾希，艾希阿迪哥，艾希，哇，万塔吉啊，可能万塔九九，我觉得蛮扯。好，天际线，哎，天际线有可能哦，哦，对，天际线有可能，天际线他妈的拿那个机器人在那边丢了，那个叫 先卖完再nerf角色，我这招我常见。到时候就会卖完天一些，大家说天一些很水水的，买了然后角色。你说什么、啊？是没有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出传家宝之后，出传家宝之后，那角色大概就变成废物了。我记得他妈的瓦基版也抢超久，然后突然不知道怎么出他那根那毛之后，然后时间过了之后就突然变废物，也不是变废物啊，就变成 四四等，懒惰。我跟你们讲啊，现在一场一组外挂已经还不错了。我们打这伺服器没有被 DDoS 就已经，我觉得就给你笑着玩了。我跟你们不要怕了。但周一组了，我这一场周一组外挂不被 DDoS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你要抱持感恩晚哦。啊，罗他们要罗他们吗？罗啊罗啊罗啊罗。 我想闪脚挡，我想不到，哎、欸、完了，哎、欸、我刚刚又跳机，完了，哎、欸、是那个四十四等的哥，完了，啊抢捡错枪了，捡到不会用了，那我是觉得先走、欸，我是觉得先走，我是觉得先走啊，还有另一组不是吗？哎、欸、他过去哦，完了捡到另外一把哦，这把不会用。 哎、欸，屁股有一只哦，我是你那边。我操，这只四四等的逼很猛哦，快跑！他打我尾巴都没怕。快跑！懒惰哥很恐怖，快跳中文，中文，懒惰哥很危险。哎、欸，要救牌、欸！谢不交，谢不交，谢不交，我靠死！放下一个，我靠！ 这一个，哎、欸，是芬妮啊！打不到他，厉害了！懒惰哥，干冷静哎！啊，来吧！懒惰哥，靠腰，妈，我飞得太烂了，真的飞得太烂，太白痴！干我飞得超狗屎，抢不赢那一楼的 B， 然后去三焦男孩，还飞出那个天际线，干这边白痴。 那一楼那个老哥好乖，飞丑丑了，哎、欸，老哥，三个里面，里面没多强。 感谢龟哥，想要怎么样？金神爷，嗯，黄金四是最强的排位啊 ，Golden Four 啊，好了都。 超级复健局，我是觉得我两个队友呢，都是来搞耍的，都是两个都是来复健的啦，来复健的不是搞耍，来复健的啦，复健的啦。我觉得呢，我们今天不掉分，持平，我就觉得已经很开心了。我也金牌是我跟你一样强，废话，你是主教练，但金牌是。 嗯。哎呦，这游戏他妈好难玩！感谢仔，我要去练习了，现在习的感觉还是比较强。
嗯，那确实，现在希尔确实比较强。这张图还行吧，这张图狗也还行。狗不管怎么样都是还行，可是希尔呢，就是超级强。希尔越后面越强吧？没有，希尔一直都超强。我是说，洛伊决胜圈来说，哎呀，跟我们落点。落了啦，落了啦。好，我飞这里，我飞了。我飞了，小爱你飞了，我飞了。屁股那是你吗？不是，那我也可以玩蜥蜴了，看你要不要？啊，就双手。我老靠，我老靠，毙了老哥！你们要救救我！哎，推你啊！哎，我绕出来了。哎，我这里，我这里，是啊！我们上，我们上，你打，你打。哦，小可爱。过去。 这里有你屋顶，你屋顶，你屋顶，大点，还要扫吗？还要打到那基线打到的，这老哥他妈是小猴是不是啊？他妈的，那门不关好，嘿嘿嘿，我就把他门撞开。 我往这边收，小杰是他们想的，这边走啊，他们抓你，我们抓他。怪人协会。嗯，哎，你搞呗。传家宝。等你玩骑了之后，你会就想克传家宝，玩的就是阴谋哎。那你呀，妈用拿拳头就拿拳头啊，干老死。好啊。哦，我金盾。 哎，我有金盾，好棒！我要紫色的棒棒棒棒。哎，有人来，有声。我们先往这边走，然后死给他一下。输赢啊！这老哥被我听到，还敢装饰？晚归我换不到。 没换过一张，好像正门是不是？哎，好像走这个边的。哎，靠！要怎么打我？林老师。我靠！连上三个。救命！救命！我操！一千AD，一千AD。两个没血。二零AD，二零AD。完了， 被子弹了。另一个包夹。我那个打点。 我是先捡的牌，两个都外面，两个在里面，一个在外面。来跳电嘞！跳电没丢好，基建一滴。我在上楼，在上楼，上楼，小哥先放我甲。海底，海底，海底。剩一只，这另一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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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走走走，踩跳电。够威了，老铁，够威了，没了。完了，完了。 妈的，这局有病是不是啊？赶紧的溜死人啊！就知道我们这里有另外一组，爽一个还不够哎、欸！妈的，还好要被蹲牌，操！哼哼，妈的，这逼他妈还敢送头，他妈的！他们打谁啊？是不是又一组啊？他们在 logo 我的尸体的样子，好像是。<笑><笑>我没有看错的话，他正在蹲我的尸体。 完啦！妈的，这金牌爆烂！这妈不是大师？操！哎，他们有没有吸油？最后一组好像没有。我知道有一只20。完了！我问你敢不敢绕？绕进去我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
没可能。哎、欸，说不定来得及耶。你试试看啊，你不要再去惹别人，感觉有点奇怪。我不知道你是职业选手哎、欸。好啦，直接走回路园去，回路回去救我了啦。哈哈，很累的。 哎呦！好，我们来双扫，靠呀！直接到脸上啊！啊，玩邪了！哎、欸，靠呀！这组是外挂，这组是外挂。两狗啊，玩邪了啊！我邪了。然后我练习了。不是你不是你，你说天线你没有，跟天线感觉没什么关系啊？没有，他是耳机有问题好不好？不是我耳机有问题好不好？他是在我脸上。 他打艾瑞克整管，你自己位置要拉好。啊靠！然后开挂还要来新加坡俯开是怎样啊？老哥，我们来集完了，啊你的账号还买不买？安 O S K Q U， 先买船家宝，不可能啦。这伺服器没搞定之前，哦，我买船家宝。先你早安，看下可莉露是要放，可莉露我没放冰箱哎。那就跟你们保证，他妈的，哎。 可是现在是农历的过年，好吧？感觉是要放一下冰箱。放个冰箱。本来想说那几天会出去玩，对。你说过年那个官员要全部下班，就更嗨。好久不见，独行独行仔。嗯。嗯。 这几把是不是没啥问题吧？按怪物感觉三个月。好啦，双扫啦！来玩，看戏。我跟你保证，双扫我们的位移一定跟狗屎一样。 双转猛啊！现在好像比赛不是都出双扫吗？双扫是用车的。双扫要有那个准度啊，老哥。<笑>你知道那边有人要打不死，是有个滥用啊。<笑>我有兑换，跟你玩。哎，你懂吗？直接落，直接落，直接捞。 来啊！反正你是队长，你想怎么飞就怎么飞。不是啊，直接飞这里一楼。啊啊，怎么没人啊？哎呦呦，哎，没人啊！最后一组群一馆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出手啦，你说没人，我们出手就找他们打。没有什么问题。附件就要多打架。错。哎，这个。哎，老哥。 马文老哥，指甲，哦，只有 Ford 的配件，有没有 Volt 啊？没。就有这么多好料，不给我 Volt 这样。哎，这里有 Volt 啊。 来捡起来，还有这个，哎、欸，有没有狙击镜啊？感觉需要，我是狙。没什么吗？也行，也可以。那给你啊。哎、欸，他们打嘞，报告去。哎、欸，我应该。你要这边拿的，要这边拿着。谁？就那个他妈都打头机器人。这老哥还在啊？在这里啊？他们吗？你说是这组是他们啊？ 没有没有，好像电力网。哦，那么大。顶他们是不是？顶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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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我们小小起司。慢走走。哎、欸，有左右都有人哦，还蹲你。位置超差。天线低，天线低。 一滴。
拜，我操，这么屌！哎、欸，左边。我要点过去找他。哎、欸，有另外一队哦，在哪里？也有，刚才左边。打。我找一下，哎、欸，刚扫到人哦，小心这个地方。跟我先舔。反正你有问题你就跳到中间打拳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我丢一个指甲。哎、欸，那我要。我们对指甲有兴趣。哎、欸，我要。我要把它捡回来。哎、欸，那注意是这有两家。干，这没有打等级耶，这人。这地图是这么难找打等级的吗？没错。今天晚上在打。那走啊！肯定得走的吧。干这。这叫平顶吗？哎、欸，没声音了。我大师又不是我，还要顶别人。哎、欸，背对我们啦、啊，有机器人，原皮，注意原皮。老哥在等我们哦。没有，他往前走。老哥来。哎、欸，他拉人，赶紧的。一个蓝甲，一个指甲，机械没线。我抓狗。我打。我先接狗走。哎、欸，打了！太重了吧！哇，太快了，怎么的？掉下来怎么感觉特别快？哎、欸，这有指甲。哦，今天竟然是有打等级的人呢、欸！竟然是有打等级的朋友哎、欸！打等级？谁呀？太水了啦！可以啊，被你干光了。你要打等级吗？一颗都没有啊！我一颗啦，就一颗，我就一颗。好，帮你人分一颗。对，一人一颗。我这边。哎、欸，那极限包收过没啊？还没，在前面。那我去交极限，那看起来极限就很肥。没错。零。哎、欸，这个逼怎么这么穷啊？那我只知道一件事啊，那里有一个自食鬼啊，那个人包有身上十个店，那个狗我知不知道是怎样？老哥，前进喽！我要对话呢，啊，你好。谷歌讨好 A 图没有用。当然不是好一坨，这跟我哎、欸，好像有人哦，对啊，不要走太快，啊没有，没事，你继续往前。你那个扫超远的，他扫到很远的，还会那个微亮一下，微亮元素。行，那什么？哎、欸，有点啊。嗨，台中第一猫，暂时。这边 A 屯 ，A 屯又不是我的，又不是我的观众，我的观众，但是哎、欸，在合成啊，也在合成，也在合成，不一样。他扫你了，老哥，纽卡索，新甲，他在左边呢。我绕一下。好，等你。他有那个新角色哦。我等一下一个扫男，我看怎么推。他们老干，他们毛了。打一个最后一个啊！打最后一个最大屁股最大的。拿手。他近点吗？他跑吗？近点围墙，他飞走。他们要另一组。上面人。那个快死了，左边那只。哎、欸，我这有另一组。左边。啊，放掉打。哎、欸，这另一组，我不要点另一组，注意一下。我先下去。把他炸晕了！哎、欸，我们打太久，那个会不会夹起来啊？安妮华手有分数，他要死了！打！啊，顾一下后面。哎、欸，没这。他没有打一只，天之线吧？没这里也没来，那我们可以推他们吗？
滑下来，滑下一只，滑下一只，哎，买给他，买给我。一个天线打50，有一个很准。天线爆甲，天线爆甲。20他们。这边有狗。感觉特别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夹他们，不要夹他们。上面有人，上面有人。OK， 夹他们，夹他们，他们倒一个，倒个20。 打个二零，打个二，他们打个二，他们打个二，两在这里，靠右，我被拎住头。哎，没有打点敌哦。两颗。我剩一颗。我也剩一颗。记住吧，一座啊，一座啊，全部把帮我。哎，感觉我们是要先想办法进圈的。走啊走啊。哎，我觉得合下好了，第二圈赶他合下，第二圈。到底想怎样啊，老哥？哎，就没有打点敌咩？我们都没有打点敌，还不合下？合下就要去想要进圈，赶紧的呗。 啊，哎，下元下来，红甲，有这有人，这头上人哦，头上人哦，屋顶有人哦，哎，怎么没找到？然后脸上有人哦，这个地方外面，好了，我看大了，外面一只，外面一只，干他，他，外面不是一只啊，外面两只啊，他在塞标，他上去了，他们上屋顶了，不理他们，我们继续，哎，不要管外面的，啊，不要管了，外面不要管外面的，要走就走，要做就做。 门口小老哥好像想投打我们，啊，我这边缺一个逼，我这边试一下，我这边试一下哦，我这边角度，我这边角度，这个逼啊，这里，哎，来，走走走，我操，上面走，哎，屁股来，屁股来，来，我这，我们进圈，我这，我们进圈，走完就过来，六六七，完了，我大队都没捡到，我这两个，我架走，架走，架走，架走。 好了，回去帮你们捡，回去帮你们捡。哎，进去，进去，我帮你顾，帮你顾。门口一个打60，你捡一捡。一个爆甲，一个炸四四。好，把门口塞住，你捡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进去进去进去。走走走走走，要走就走，不管他们了。进圈了，进圈了，进圈了，进圈了。哎，怎么隔壁还有人啊？捡大电脑哥，记得要分电哦。 等等等等，丢丢丢丢丢！对对对对，一个打100，天线打60，讲错了，有，你有扫吗？太大了，来了。七血圣一滴，天线一滴倒了。七血圣一滴，七血圣一滴，七血地一滴。Eric里面一只，里面一只机械人，然后Eric没血，你先秒吧。机械一滴，机械一滴，机械一滴。 是你胜，有外卡这个门，我外卡这个门，十血没血，这血没补的。OK OK。还没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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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，还没打。我不拉你吗？不能，不能秒了吗？你可以拉，你可以拉，你可以拉，可是要小心血了，我外卡这个门，另外一只要外卡门。来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哦，人来了，我操，好刺激啊，怎么多人？哈哈，一堆人不知道塞了，他们死光了。有追有吗？没有没有，有一只想追你，有一只想追你。干，我剩一发子弹啊，冷静啊，我剩一发子弹。一中一中一中。 我跟你讲，你绕涡轮出来有戏，真的，你赶紧的绕，拜托，绕涡轮再绕出来，真的。绕涡轮再绕出来哦。涡轮再绕出来。好好，行行行行，我是觉得呢，来不及。几秒，70几秒。90秒哎。好，我子弹都不捡，我子弹都不捡，我就为救你。我也救你。身法全部用上。我跟你讲，你绕一圈，他们一定会，他们不一定不知道你从这边来啊。如果你看到，大不了就那个，大不了你就等他们走，你们再捡我的东西。敢问聪明吧？ 没人，这一个这一我不相信金牌那么赢，如果金牌那么赢，从下一把开始，老子玩牛。不是啊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这牌位全部都是以前的大师以上啊，什么金牌这么赢，现在这些全部都是那些剑拔啦。啊，大家不都说大家都是水大师吗？那好差。你又知道他们是水大师还是真的？我听到，我听到，我听到。听到一代机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 完蛋！你是白痴救人吗？那组要回头看你。安安佳宇，你觉得我会不会躲到？捡不捡我的啦？我在里面，我在里面，我在里面，但应该是可以的。接点吧，不行。小弟那组过来了。
我是没子弹的、啊，我那个涡轮，我是肯定得舔的、啊，我没子弹的。一定有子弹的、啊，再找再找再找。你还有大剑两颗哎，我那边去，我好像遇到人了，还是我后面直接拉、啊？一起踢吧，不可能，后面来不及。我记得现在三圈很痛啊，要去住宅拉吧。我头上吗？我操！对，头上人，头上人。哇，右边有人。哎、欸，他马上遇到人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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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八，十八，你，十八，十八，十八，有、哦，反毒奶，有了，十八，十八，不要追，不要追，哦，这件事干，你俩愤怒哦，哈哈，干，我这是这样啊，来啊，六个月，谢谢。干你啊！那么老板是不是啊？这狗零七零是怎样啊？零零七是怎样啦？那我跟你讲，那个二零有一个人怪怪，就是这个二零。共十二个月哦哦，雷阳一年哦，第三个一年的，谢了。干你娘！他妈六零一，这个上面这都你打他打你多少了哥？都是这个领导的吗？他打我一百两百七啊！打你两百七。啊，怎么又不见了？啊，走几次？我去当掉，两百七啊！两百七，你怎么讲红甲？另外一个打四十五滴，没有，全部都他打的。哦，帮我跟艾瑞克说爱吗？喂，瑞奇跟你爱。OK， 瑞奇站。太好玩的游戏啦，真的，这游戏真的好玩啊！跟你讲，我被谁邀走啊？操！好玩游戏，每天都玩。英你啊，这双方是谁？哎、啊，没人呢、欸。哎、欸、啊我怎么看？我进鬼狗没半个人，还有个人。干，我咬你们！超级鸟，超级鸟，超级鸟，上厕所。上厕所。好像每把都有挂、欸，靠腰嘞。现在真的是一把没有挂都是那个乖乖。没有啊，只是我们打挂打聪明点，那挂他妈的都超锁的。刚那个要怎么办嘛？一直遇到人家冲来撞我们脸上，你只能跟他们打。往外挂不是说要更新，我对乱安哦，安吉乱安，这话不是他妈好几年前就听过了吗？我们这是新装的反外挂程式。哎、欸，苗板过来，早安。随便啦、啊。我们这是加强了伺服器的强度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就算有的爽，我们也都是排最后了。就他们有改善的，搞不好都是北美那边的。我们这边肯定是最后一个了。感谢 Bibo 九二九先生。台服肯定也是。我看这真是最好，不是他妈不用一些不赶紧把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解决，一直在弄一些什么左下角那些小东西，不知道是怎样。我他妈的知道上一季自己是几分又怎样啦？有没有皮塔拉根？哦，穿越两组。我们投上一组，我们投上一组，转了，转了，转了。感谢 AKK 一七九三五。哎，有人飞这边哦。来，比哥。
早安，诗诗。为什么画面？哎，不是，我刚刚改了什么？为什么画面会像纸糊的一样？味道。哦。感觉是玩电能步枪哎。安修，恩欧布拉门修的。为什么会感觉糊？ 啊，紫色下杠。是不用。小蜘蛛人在这边，别打。为什么小蜘蛛人在这边？哎，二倍镜，赶紧的，来个人拿起来。 我会拿到你们最怕的枪啊！等下会一张自己知道一件事，要打慢点，越慢越好。没事啊，你要知道我们有两把。哦，你是温根本的高手吗？哦，我不是温根本的，我是另一个。三零三零哦！哇，哦，不是，哎，是哨兵还是长弓？哇，<笑>都不是。那我跟你讲，我要去换把卡干。<笑> 看能够拯救我们，等下的窘境。哎，宝库有人开，有萝卜大啊！啊，对对。我要做大电了，我他妈只有两颗小电池啊！做啊做啊做啊！多少？要怎么把这符箓关掉？啊，效果细节吗？哦，也不是，还是 TSA。哦，要把那个开的画面才不会。在开支喽。三个多月，现在开猎兽改通不是这样吗？ 我已经扔了，跳一圈，下班了用。反狙击。快穿新衣啊！等我一下，快穿新衣！他怎么又复活？哎，这边有人，再来。好，往我这边走！哎，挨个。八十。五十，五十了。啊，我在旁边当自走炮啊，交给你们了 ，reload 一下。 走了，走了。他在后面，在这后面。我知道。哎，我右边有人，我右边有人。打。我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人。应该同一组了。我左边，我左边一只。帮我，我到。我去帮你，我去帮你，我去帮你。超级帮我，我拉电。打。 你可以花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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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甲。有啦。我丢大绝好了。哎，他是在拉人啊。没血，没血，打一百。Nice。哎呀，操嘞！妈的嘞，没爽到。哦，资本好壮哦。 妈的，还有两个老板呗！这就对了，这就是要自崩。我比扣分好。大绝啊！大绝冲人！我给你都把大绝甩掉。很奇怪，是我走位比较白给吗？他妈你从我脸上给我自爆是怎样？凭什么？ 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刀刀，跟你说，走起打18刀一个。啊，没关系。还在打，还在打，还在打，我要赶紧去凑了。老哥，你是我们最猛的输出哎、欸，不当箭头哎，只冷这样。啊，你们一个人。 在讲是，在讲是，资本就是箭头位啊！哎、欸，这里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
爆甲，把上面撤掉吧，上面撤掉吧，上面想倒一只。他在下面，没救。右边有人。欸，谁倒过来？欸，三个。H 打130。 我们要帮你，大哥，我拉点，看到一个四 D， 两个在右边角落，想推我，我丢了，我丢了，我丢了，来帮不了，两个打一百，好，爆枪，完蛋，哎，剩一只，哎，还好他妈的，好呀，刚好他妈，往推带一块，哎，这古龙，这古龙。 我可以帮你举盾，看你脚下。你可以，我再拉一个，拿一个帮我举盾，你们爬到一起。好，我们叠叠乐，我们叠叠乐到角落，我帮你看。你先救走几只。靠，腰就掉下来。赶紧支援帮！哎呦，好啊，哎呀，好像不太需要我们两个。我超级废。<笑> 哦，薯条，好久不见，早安。靠，你太快了啦，他妈塞一堆雷干你啊！我这已经支援你，直接炸嘛。没有啊，慢的就，其实我觉得慢就可以等，你就不用等。反正我其实也慢。这里有人，所以我没有说一手啊。我不要点人，不要点人。我没说啊，因为我刚看，我玩一句之后我要白给。你们要我一句怪你的意思都没有啊，我也知道我白给啊。<笑> 反正都已经进来，就看你打了。他没有人。是是是是。我只能说我是用命在跟呢。支架，一个打肉，20机器人。OK，跟他们车拼呢。我上屋顶，你有大吗？ 12打60。我拉右边，右边角度。我丢了，我丢了，我丢了。我室内室外都丢。屁股来了，屁股来了，屁股来了。好，我打屋子里面，可以吗？拉这组逼这么准是啥小啊？ 让他们打，屋顶。可以吗？我查一个。需要打90。哎，他们有个 B 还是捡包啊？机器人打90，机器人打90。右边的吗？嗯，他冲去了。OK，我从右边压。我，好，你压。 哎，左边那个，左边两只右边，左边这个，我看吧。一个打一百，一个打一百。天狗没有天狗，还帮我抬架。我在屋顶，我在屋顶。哎，他们回去，他们回去，他们走，他们回去，他们回去。这个霸甲，这个霸甲抓起来好不好？好。看看有没有狙，他们狙。雪地打。啊，我来帮你，我帮你了。20打30。我上屋顶，我上屋顶，你可以回个状态走。我可以知道。他 Q 走。 我要舔资源，拜托，真的没资源。看那个鞋子在哪？鞋子去哪？求你了，我现在是一颗电的小电。欸，我超大电的。我超缺大电的。我捡一个。哎，我们赶紧把这组两个人扁一扁哦。我捡到。这组太拽了。 就换金甲吧，看红甲包跑去哪。这里，好，捡上一只，捡上一只。机械打40。老鼠，三百秒。二，哎，20推你们，20推你们。我有交叉，我有交叉枪剑。20。你们可以推20吗？他推你，他推你。
没有，我感觉啊，我应该走左边啊，走左边，左边，哎，想要稳一点，因为我状态不是满，走错边了，走左边应该就帮得到你。我往太慢了，你状态好，你可以走正面啊，我刚刚没有脚的，老子脖子也没打。我看没守夜观，我在那边。哦，要上游艇，好呀，游艇不一定能上嘞，那太高吧。游艇中10等也不一定。没搬哦，要不然我还没修，我不能搬呢、啊。2月1号也可以搬。 超级植物人呢、欸，现在、啊。确实。我啥开学？我有十四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干我家里没车，我不是想搬搬，我要等人可以搬啊，应该是2月底吧，应该是1月底。老哥，下雨，这是自己买一艘的吗？干嘛去？游艇，游艇。 买游艇有个干用啊！游艇之真的是奢侈品，但你说私人飞机，搞不好都还没那么奢侈。灌篮高手电影超屌，请去读。不是啊，哎、欸，阿爸你二刷、啊，走啊，我们去看啊。要不要？不是啊，我没看过灌篮高手啊。你的领取额度比他当届下次实况将再开启，再次开启领取。太显是不是？ 还真的二刷，还是我买陶珠？干，现在开始看，眼泪，再看看，再看看。叮叮叮叮叮叮。龙打健康健检报告：88健康，28太肥。 这局吧，这局吧，我们这样过吗？这像奖励，28而已。啊，不看动画看得懂哦，不看动画看得懂电影哦。说我太帅了吗？谢谢。这把绝对不那么植物，真的，开始扭动我的身体。 感觉你状况，你可以帮他，你刚刚感觉是不是太稳了？我是没状态嘞，我被打成一滴耶、欸。对，我才想说，等你补完状态，我再。有啊，不用你自己帮他，你也是有打的，他不少一只吗？对啊，所以说，如果是三打二就算了，我也没差啦。啊，好的，没差，但有看过会更有感。再讲。我手机不是炸了吗？ 再看看吧，快加了，还没加，有空去看啊，反正我现在蛮闲的。那边，哦，你们没人啊？三大师，三大师，三大师，给我们裸点了，没人。我去飞后面三角岛，我飞后面三角岛。我要从这边进去，我不管他妈他撞我，我就跟他们拼了。 打一个，我操，好快死了！你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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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门给我，这门给我，这门给我。绕左边，绕右边，绕右边喽！那打爆甲！我敢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奥拳，我的奥拳日的狗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奥拳真的日的狗，甩枪甩不到，赶紧扔了，敢冲锋枪都没得我啊！没有，我这200P呢，我知道为什么？这是我200GDP。差几个呗？一直有那个毛毛虫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靠！要我们两百多币，我两百多币至少比没有游戏玩好。感觉来了。啊，我才140，你怎么两百多？老哥，新加坡有被爆屏的。我直接他妈靠240。好，每场多卡，卡我还可以接受啊，卡我真可以接受啊！你去玩日台啊，你连玩都玩不了。老哥，不是外挂，他妈就是炸房啊！操！有没有要那个？ 这枪双，来一个。这恐怖劲儿，好那个哟，艾瑞克。好。那也 OK 啊，我们大家去玩日服啊。这就是你不当职业选手原因吗？我们大家去玩日服，体验一下日服。日服是谁啊？日服是高手中评级吗？肉食都50。哈哈哈哈哈，真好玩啊！ 肉食都50，外挂这个这边的5倍，这边一组肉，这边一组日服就是5组，所以现在日服已经被霸完了，唯一的净土已经被污染了，没错。我会加。对啊，唯一的净土是美服，可是美服就是超多职业选手，然后又超高品。哎，球球没打，哎呀，还是我们是美服。那些职业选手有些比外挂还猛。为什么美服？我这服就好啊。 这副变菜比较低，不是现在这个拼，现在这个拼，美服都没他高，不是你那个是好几场才有一场那么高吧？哎，猎兽，哎，玩一下，金色的，好枪刀不出来，有没有清弹来一点？小怪有没有清弹？ 这游戏真的超级可悲。哎，金包，小心。啊，温格 man， 有哦，好爽。没有，干你娘！你现在就知道美国实力了。老简在这边炸鱼，去美服去打 LGS 美国，这直接落赛，这证明那边实力比较强啊。我们要跟那些高手对决，怎么可能是都缩在这边，缩在这个小区域里面之位？你也不能这样讲啊，我们跟高手对决，前提也是我们的条件相等啊。我们这个条件算了吧。 这个延迟感，我跟你讲，100次赢一次就还是一样可以捡精华。除非你是那个几百人里面那个反唯一一个反应超快的、啊，不然不可能啊。这个100次拼，不会啦，100次赢一次就可以了。<笑>先给对方捡99次啊，我再捡一次啊。这没差，我们这么没料，他们连捡都不缺捡，<笑>我们是一定会捡他们的，<笑>这就是我们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差距。<笑>是有人没料。哎呦呦呦，下面有人，下面脚正脚下。 哎，这有金甲，哎，位置超烂，他们位置超烂，位置超烂。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哎，爆了爆了，那天线打漏，三九这种打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同组的吗？同组同组。我跟龟哥，我跟龟哥。哎，那个吉尔剩一滴，吉尔剩一滴。哎，后面有人，后面另外一组哦。哦，赶紧把他打掉。 后面是哪里啊？原路吗？好像是，我不知道刚刚是 bug 还是怎样传那边？等周期，你有开大是不是？还是没有？然后我开了，等周期开扫啊。我稍微这么靠了。是怎样？我攻上你的攻上。我捡他的天线包。好，没有，应该是我看错，那子弹 bug。 哎，还有，哎，有，室内，室内，室内，我这里。 哦，三只，我丢雷，炸个20滴，有今晚希尔，杀个，输赢啊！哎，我被飙到，我推防，我丢防推雷，我丢防推雷，要防推，我家没办法，我丢个雷，丢个雷。 没得没得，我手机是开的，是不是啊？我拉电，我拉电。帮你丢个，帮你丢个一休。啊啊啊啊！小帮手要射不到，那个。哎，吃个书，吃个书。哎呦，这个好东西哎！哎，我只能你的紫色情况，你要金色，你要吗？
你好像是平行的神呢、欸，还多万兵线，这样说。不是啊，我说我这把开始不植物了。我也发现我上把问题了。我不怕你植物，我只怕你过冬。哎呀，你植物没什么好怕的，你过冬就很恐怖了。哈哈，要被毒死，笑死。 Right, 真的啊，还不来玩我们最好玩的 CSO 嘞？打僵尸哦，好配。刚好我配完 CSO。我你妈的，我也没有多渣。我以前 CSO 也是有神器的，牛年鼠年都有。那是不是永久啊？不对。永久啊，只有我卖啦。鼠年神器是哪一个啊？我都不记得了。就是那个会点着答案红色或者绿的。啊，我就不记得。 亏我以前也是这里，我也是CSO出道的、啊。鼠年神器，哎、啊，名字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我也忘了，红色的一把。哦，看得到。刚刚名字取的他妈很差。不是啊，那鼠年神器名字里面都有个鼠字啊，龙炮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哎、欸，好像没有，哎、欸，好像没有，哎、欸，好像没有，哎、欸，好像没有、欸，哎。 光是牛年神器，那个他妈名字就一大串，一大串，妈不知道谁。要精选呢、欸。好想做卡、欸，做卡。北部冷到，哎、欸，我看淡水今天是十三度啊。 不是啊，靠！要台中人哦，只是高温最高温比较不一样而已啊。超级累，觉得。不是哦，我这边也是冷到靠北哦，超级冷的。北部是他妈的一直下雨哦，一直下雨就感觉很冷哦，超级可怜。穿短袖不是啊，我房间有30K 在烧哦，我在玩游戏啊，你又不玩。 而且我是喜欢手冰冰的手感比较好、啊。看到你们这边，大家别追大兵追啊！在陪塔圈呢，妈那个白痴圈，赶紧的，有毛毛虫哎，摸摸等。 来过台中就知道台北那个真是死人天气哦，妈的一直下雨就怎么回事啊？最近真的来打，我跟你讲，台中下一天雨，台北可以下10天，真的。台北真的疯狂下雨。太阳能，太阳能车兵，三组一组孤狼了。哎，这两个字。哎，我感觉我们是要吃一把哎，刚我们不能再当这个小老二、小老三哎。确实。所以要推他们吗？推啊，可是我是觉得不要倒。超快的哦。 我也很距离，要不然你就不打，就去买拳啊。其实卡他们的，他们要。那我现在超卡。好，那就进去了。我们在圈内，圈内里面卡他们，我们圈内卡他们。卡，那边在这个上面怎么样？在，也行。这个场，我记得这个。我们要躲起来，等他们到近点的时候再给他们来个蹦蹦，我就不要开这枪了。来个蹦蹦，我先开个屁。倒了。哎，哎，要收掉，他收掉。 还有另外一组哎，好像都在都过去哎。什么？那三个三组一起卡、啊？这边屋顶一个，要不要急救打他拉电呢？三二一打，倒了。你要确定我屁股没人？我看我没有好像。这有的，这箱这箱中没有人。断一个，你断一个，断一个。哎，我往左边好，我应该打的。 打这个！天线倒了，我操！老狗！我操，超痛，这组超痛，这组超痛，怪了，真的小心点，赶紧老狗，真的！我把人收掉，把人收掉。他自主超痛的吗？把队友抓，把队友打掉。我丢两个。我看不到他，都野。
那可以走近点，他在救吗？看不到。他救起来吗？我感觉这个把他撤掉哎、欸。三个都找到了。我往右边勾，好像不用了。 OK， 干净的进圈，大家被卡。剩一组，赶紧的进圈，大家被卡。扫一下。哦。有那个吗 ？Make it 的吗？没补。给你一个。终于能吃了吗？东东早安。他们刚才左边吧，刚刚左边有声音。嗯，他们应该是被他们干跑的。 应该啦，不应该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有看，我刚刚扫到这边出来，应该不知道。不要先进圈了，先进圈，先进圈。我好累个，我越来越累个。我那个箭头越来越短了，不知道是怎样。哈哈哈。杀多少怪啊？新加坡打新加坡打新加坡，新加坡是唯一净土了。好像越累个我越猛，我捡波盾是不是？ <音>老钱，警报！啊，这里都没人，还能在哪里？上面吧。我建议是不要走太快哈、啊。我的建议是这本书，我这本书，我没跟你们。你自己试试。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，超级哎，拉我哇，拉那个地方的，在那边等他们就好哎，他们有权的，确实。左边，哎，我要点了，那是救人哎，哦，好点吗？快报警，红甲狗，第二个，两个在这里。 高打70，抓最后一只，这只白甲。妈的，这他妈在旋转，在前面。20，这下爆了，20滴。他上楼。我要分数，我要摸一下，要摸一下老哥。老哥，哎，老哥跳楼了吗？打40，打40。摸，摸，摸。打爆甲，爆甲。 他这一点，好摸到了，到了，好爽啊！哈，耶，出击，太爽了！那出击，哈，有啦，开始有点，开始会动啊，没有那么植物啦。好，还是那些那个房间那外挂。亮月早安，轻轻的，有金虫山。 有大分局，有料。终于是他妈的吃了哇，500分哦，我操，真爽！OK，直接有人不能玩了。完了，我有个转载。好了，还给他，还给他，等一下。转载，吃鸡，吃鸡，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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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战场贼臭，我哎、欸，我原本不是说，我原本不是说这局要打，我其实现在没有很想打。如果新加坡是干净的，我会玩新加坡。因为如果连新加坡都不行的话，美服、欧服不可能，我不可能玩那两服，完全不想玩，太累了。新加坡一样乱讲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哦。我现在打下来还 OK 了，有外挂是有外挂啊，可是至少不会被敌掉。玩新加坡至少不会被敌。要、哦、不是我跟你讲，伺服器如果状态那么差的话，我就不会想爬顶点。魔法树库，开玩笑。
你不要开玩笑，说要你是屌打，怎么可能让你失望？什么 fire？ 哎，我要你们了，我要你们。啊，走起司，要了。Apex超级可悲，大家。什么？来击完，请你们不要再用力的洗屏，这样。其实我很可悲，怎么这样子？明明就是超级可悲。对啊，他写超级，他的名字超级可悲啊。 铁皮早安！哎、欸，我今天买到那早点超便宜，你知道那个热狗蛋卷，不，这一片吐司，它加起司加蛋，加热狗一小根热狗，唤醒你两百连射击了。哦，这叫热狗卷啊！热狗卷一二十块，然后一份超大份的沙拉，配一杯豆浆，配一份吐司六十块。然后，你这就我现在要非常有礼貌。热狗蛋饼再加一个。 巧克力后边120，超级便宜。我当全部加起来总共120，超级棒，超壮。要不是离我家很远，一定每天去。赚了吗？赚了。 赚了，赶紧换，不然打不了。哎，肉肉，你吃什么？高刷小贵，没有打口袋是怎样？那我参考一下晚餐吃什么。就这个时候，早餐吃不完，吃不完吃剩的。早啊，他妈现在是健身臀哦，换成重点。你要肚子超级饿，我想长个健身臀。你妈煮的？阿毛而已。 为啥不能换啊？那就是煮什么？他洗地。每天早起就可以去。我需要点，我需要点，我需要点。所以我都不知道他是去健身体还是去产。提议来刺激我，我的，我决定晚上要吃什么。乱说，我们教练可是最认真的。为什么有200多ping啊，老哥？你骗人！说只有一场而已。我一百，我一百一啊，我两场都一百一啊。我一都80ping哎，80。 干你啊！中华一局他妈拼位比较高是不是？操你妈的嘞！凯破就是单那个时候，唯我最胜。大家最胜的时候，金木国。我傻小啦！哎、欸，高油。干！还有妈的，我还没有给他降，我还没有给他降速哎、欸。你要买聘减，跟我抢蓝甲还是抢蓝块的？得被抢走。我也只剩这样子功用啊。 也没到，也没到那么惨了、啊。像青木瓜是怎样？拿蓝甲。感觉青木瓜煮进去有点恶心。我毛虫开始飙起来了。我长了，哦，哎、欸，有铁砧呢，高手要不要？看青木瓜，你不要一下。铁砧，我觉得平行蛮猛。吃柠檬。哎呀。 好，要这样哦。哎，对哦，对哦。你就最猛。那我想要做一把卡，我这边旁边地方。哎，我操！想摸方向拿猎兽。哎，有料，那我拿。完了。不得不说，有没有 fault 啊？有啊，给你这个。 操！越来越多忙忙忙忙等啊，那个不要。晚餐感觉吃个……哎，不要这个，狙击专用啊。我紫色清扩加那个、欸。
加这个双击扳机，机械最爱。看我这毛毛虫，感觉就是超级爆肝卡。看我这午餐吃寿司，午晚餐还想吃寿司。要去哪？队长，不等。吃本书。该在这边不要打架，但可是我开始会卡了。下面那个马队。我等下有大。 有枪声，就是开战的哨火。纸巾过没啊？这都是有人啊，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纸巾过没啊？不要，白给问。极限超惨，极限超惨。二零超级惨，二零超级惨。你点飞起来，快爆甲！ 我只打了他一枪而已，叫我打吧。碎碎碎碎碎！我操嘞，他妈打不到飞起来的人是谁啊？妈的，天兄怎么那么弱啊？打不到他？确实，他有一枪都打不到哎、欸，对啊，有一枪啊。哎，真的是那个那个的。借一下，你看哪个？阿哥，我要这个。对啊。哎，这个猎手拿这个很强。 他是换三零一，懂换的玩不太行。要清扣，要平行。有没有背镜啊？我感觉合下来。好，那个快手表。好，合一下，我也背镜。合个点滴。妈的。点滴是不用，可是背镜。被卡了，好不好？背镜肯定要。不是闪现，找他闪现。到底是怎样啊？ 这游戏要超级卡的，不知道是三小。美服都不会这样，美服就一开始比较卡。没有关系，刚回来就给我这种体验。好好。很争气。 这已经是能给你最好的体验了。没错，我只能说这体验其实还不错。哈哈，这真的是能给你最好的体验了。至少我们还没有到什么。听他说是因为总花那个网络好像跟那个冲到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连日不会爆。这个卡至少不会让你没游戏玩。嗯，确实。 是有空投哎。 哎、欸，高手、啊！哎、欸，干这架、啊，所以啊，所以所以所以，拿了拿了收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二倍金啊？我三倍给你换。我没有捡到，捡到再给你。弓箭手，终于在前期捡到这把剑的。老哥乌龟为啥今天翘班？他坐在后面耍飞啊。 好，鸡排，早安，谢谢大家。阿马雪刚猛，阿水都没人，不知道，可能有人刚刚早就过来，我们没有就当没有。有人拉神去对面。老哥，哎、欸，有，天线机器人，跟。 狗吗？我们应该比较快。我们比较快一点。我有大，我有大。我上屋顶，我上屋顶，我要直接开射了。弓箭手要开秀了吗？他好像没有上来。哎、欸，操！怎么是妈的？哎呦，我操！哇，他妈的，这个老哥，哎、欸，靠腰真没有人哎、欸。靠腰，阿、啊、不然我这边。这个好像你好像不是在这边，你好像不是他对手哎、欸，他这里。 鸡巴，你没有。射他！弓箭手给他死。看这个射得到位是。现在子弹真贵啊！我先给他火哦。老哥。
哎，这里还在，这里还在，不要点还在。有没有小店？我林科，那给你上。客加一下。我转给你。哎，他们还圈，他们还圈呢，还圈呢嘛？哦，圈圈圈外圈圈内。还是我们直接下楼，总窝人进去。感觉是直接进圈的比较好哎。那就是走窝了吧？还在把这组海掉啊！他们在这个房子里面呢。 那你小心经过的时候被那个北兰椅子就好了。那北兰椅，那组北兰椅走了吧？那走啊，走啊。反正就传一下屁股，随时会回来就好。包夹打到三角，我操！那太阳的打三角喽。那真的不行，我们就从那边绕走，完美。 在帮你们压制屋顶的，走起！你要小心屁股来，日主。好。他往那个狗去砸队友。靠腰，靠腰，靠腰。完了。啊？啊？屁股来了。靠腰！啊！我被夹。我点太爽了。我知道。我站屁股来了。我只是。 操！放心，他们绝对不会守的。我跟他们是好朋友，我逼他了，真的。哎，冷静，冷静。另外一队会守啊，你跟另外一队不是好朋友啊。确实。给我搭电，给我搭电，给我搭电，给我搭电。 没有，我要跟马文讲话。你捡这个大电吧，那你去早就捡他牌吧。有啊，我还有大电，我还有大电。哎，妈，小哥也太卡了吧，这样被吃子弹。靠，要你的牌，他妈也太难捡了吧。你知道我痛苦，我妈超卡的好吗？超级那个的，你就知道这时候我。 我知道，不是你的牌，我不肯捡掉，你的牌我真的不肯捡。啊，那你们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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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走。你不是跟左边是好朋友吗？啊，左边撤啦，右边还右边就是很，右边就是他妈的敌人呐。好了，我觉得我们是进圈了，我们是进圈了。我不要锁烂，你那个机械好锁。哦呦，干这！有个机械，有一个机械超猛啊，那个机械超猛，我走了。他没拖。干那机械他妈的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进圈吧。鬼一样，快跑！这不行。 我跟你讲，要下去还要再下去一层，他们家落彩桥，不然不会。没大没电池，一颗电池都没有。有没有点滴？给你一点，我给你一点。然后那个电脑有问题，是他电脑是坏的还是？等一下，有人，我看不到。哎，有人，有。对啊，那边有人。我看我们先把屁股应该不会走这边吧，走这边我们把它堵掉，蹲一下。应该是不会，应该绕窝。 感觉在这边合个电池哎、欸，感觉他去晃一下吧，合一合到时候那组绕路人都进来了，赶紧的。垫底，他往左边拉，有一组。垫底。哦，可以抽，可以抽，白给，白给。哦，这个很爽，这个很爽，全部都是靶。打一个新玩，打新玩。好。看他怎么那个、啊。打住了。新玩，新玩，新玩，打。 好爽！等一下，该打狗。打狗！哇，第三个人。有。超爽！感觉没加那个头头。干，刚刚一直那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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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人家瞬移。哎呦，有点像舔他们包。我也好想舔。如果舔到的话。中平路上有啥好推荐吗？中平路那边应该有福州街，好料的。 应该在福州街的附近吧。中平路。哎、欸，我昨天下神上去了，拿我一钱包了。干嘛 Q？ 啊，别进去，被拦到。我跟你走是对的吗？感觉是对的啦，我要捡包，可能要帮我加一些。来，我电池先给你，我电池先给你。
你要捡那些包哦。你帮我加，你帮我加。我完了 ，What the fuck？ 那你们陷阱？不是我有陷阱啦、啊。刚跟这个融为一体、欸。哎、欸，就是刚才组资本狗哎、欸，靠腰，哎、欸，他玩狗啦，资本操，真的资本狗。那你有绳子吗？我狗找到上了。小心就跳电。哎、欸，他们点滴有干一五而已。给你。刚舔够多啊。我老哥。刚好小点，先爽一下。我小点。哎、欸，里面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脸上。哇塞嘞！你要看不要讲哎、欸，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打、啊，他们露头会在叫我们，我已经找了一样。哎、欸、靠，要怎么？老哥跟你讲陷阱。哎、欸、来了，哪里来近哦？超近超近，左边而已。你有大麻，你有大麻可以真相吗？好、啊。我看能不能。打三。看 A 克斯加，有打七十，有打七杀蓝甲而已。但是两组的感觉，我们是不是跟他来？我们是先，我们是要先，我们要不要先跑了？等他们另外两组满编打、啊。我可以卡住最快吧？我们可以卡住最快，还是要下去？我就要走了，等这扫，等这扫结束。他们应该等大美就要推了，走吧，等另一组满编过来打。干，我们这边也接不了他们三个。不行，要躲在狙击场吗？赶紧舔一下。有二倍镜的，你要吗？我有了。哎、欸，感觉我们踩个舒服的位置。哎、欸，对，跳起来。70、140。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很猛，你很猛。有两个爆甲。我跟你讲，喂。哎、欸，你把他们惹怒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们发飙，他们真的发飙。要发飙，他推你。我拉去。啊，那我要回来了。你怎么把他们惹怒了？他怎么凶了？他们直接发飙的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人，干怎么这么有一组在这啊？完了，我们可能要往那边走了。回去，Barbecue 了。Hello， 那你不要说人家说这么凶，他们好生气哦。我来，可以抢位置。我拉飞机。Barbecue 了。哎呀，我又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感觉我们往这边走哎、欸。好、啊。我还没绕过去，我拿钩子勾过去。帮我们拿屁股这边，他们绕过来。哇，都在射我！没勾好，操！哦，你加油啦，老哥！可以，现在是众矢之的啊！里面转不过来，他们有推你吗？那组他们上去了，这组又上去了，没有，没推。但我刚才那箭射中天，又没了。算了啦，你把他们干掉，我们也没有比较好过，让他们先保持满。我觉得我们先安静，我们先。不要惹别人好了，我先低调啊，不要再高调。你把人家射到他妈爆气是怎样啊？就到找我们自爆哎、欸，压起来，他超不爽的、欸。一个杀他们，一个爆起来，一个超惨。哎、欸，这里面好多好料，红姐。你要什么？大电跟清单。清单给你。很近哦，有点近哦。看了，我看你们给你蹲在那个拳墙右边。直接蹲一个，我看你们真给你蹲一个。他们有洗耳吗？啊、好像没有狗20跟机器人吧，我没有看错的话。巧，这游戏不像塔可夫转视角被听到。在这个地方，看我给你秒第一个。我操我们！哎、欸，感觉我们继续绕哎、欸，我们就绕圈圈就好了吧。要把这个位置再给他们了。对啊，我们感觉我们要被夹了。我们不会有事哦、喔。我们有这个角度可以踩。干这两只。感觉我们是要靠过。我在这角度待一下。绕着吧，绕着，里面有位置要绕着。好，不要聊着。帮我打，没救了，应该要硬卡他们。左边来，左边看我。没了。
我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我不要打。让他们太爽了，应该硬卡他们，不要让他们推我们，位置都给他们就炸。Andy 1323，他推我，他们要自爆，他们就这样子。我操！哎，露头位要放给他们吧，他们如果跟我们对海的话，不然怎么办？他们如果要海我们怎么办？他们不会敌，如果他们海我。 放给他们，就让他们就变成我们一家，变成让他们想打三。嗯，查，那给店主又给店主小破马爽大。老哥，镰刀赶紧买，那是镰刀，那是镰刀吗？五狗，十八喜，早安。付款，嗯，多少钱？你鞋子已经查到新疆了，有点改变。 走起师，又他妈又点到他妈的暴毙，没有关系。<笑>这个人超级可悲，绝不贪，绝不贪任何一枪，这把。绝对乖乖听call， Eric 说什么我就走哪里。其实我也没叫你走过来啊，可是我说你后面会来的，你自己注意啊。果然就来了。 哎、欸，我二鬼机怎么不见了？哦，不用账号。好了好了，这边给他们了。我要抢这边。哦，我去。好了，我收这里。有没有？哎、欸、呀，我们中间要快，平行队友，我要抢中间，赶紧的，大家速度，他们抢中间。等你少一个。抓第三只。我少一个。 哎、欸，他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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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甲。哎、欸，我没血，我没血，跪跪退。你不要吵架。我这墙后被打倒了，我操，完了。橘盾，跪跪，你不要往前，你拿橘盾。能推哦，能推哦，推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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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。我可以橘盾，可以用盾，这个。没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他们没推，他们没推。我看了。我补满，我补满，我补满。我打拉，我打拉塔，帮我架，拿回放开橘盾。等下，我先拉个电。好。你们先拉电。 没过来，没过来，过来一只，停下来，过来哦！我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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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丢了！他过来，他过来，我丢两个嘞，补满，补满，先补，先补，先补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他们走，他们跑，他们跑，他们跑，把我推了，把我推了，把我推了。两个挂甲，两个挂甲，没到人，两个都挂甲，没下去了，两个下去了。位置很差。 是是十二号机器人，天降神兵，打个打个打个，好强啊！飞机他妈给我飞回去啊！操，谁给你拉的？天降神兵，他妈为什么在长号死掉啊？那个呀，天降宪兵，哼，出管线。 天降宪兵，主管线是这个透视好险，还蛮爽的。放下有一分，算的啦。贪得无厌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我们刚等下来就不另外组了，滚出去，赶紧收一收，不要浪费节奏。好，最后卡。哎、欸。 刚刚不可能，刚刚是卡猎手。哎、欸，有猎手帮我标一下，我看我猎手。猎手感觉还蛮猛。什么猎手改？高手才用的枪，我不知道，改伤害改刀吧。真假？伤害改高。啊，我都不知道，操，都不玩那把枪。因为你再猛，也没你手把仔猛，你手把仔猎手跟赤鸟一样。那确实。 哎，差30滴啊，差30滴。
没有玩小猫，哎、欸，哪里都有肉，不知道把它配什么，想一下。你家对这个不知道在干什么。 G7 Scout 也很烂。温格们，等一下，龟哥你加兵满啊，先补个加。哎呦，都是一些很危险的。301，对吧、啊？还有301没打，找不到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那个 G7 政府有感的、欸，超级有感。 两滴差超级多，有伤害调低哦。对啊，他两滴两滴也没枪，差超级多，笑。调低还把它放进来，这么狠。狙击，狙击没被放进来吧？放，我都放到制作台里面啊。 他不是放到制作台里面吗？对啊，制作台啊，桌台啊。哦，是啊，哦，是啊。嗯，没有关系，干你啊！这些有在玩的，他妈都不知道比老宅不懂这游戏是怎样。可是我也很久没玩了，看呀。啊，不要捡小黄子啊！干Wingman，干Wingman。干，我想说，那量子弹都在哪里？不藏到这里来。没有穿乳者的 Wingman 都不算是Wingman。哎，这多件指甲。 站，快点！我165，我264，怎么？那只快拿吗？啊！两把冲锋枪，需要一把 301。哦，你要的都在这。 Turbo 要诱拐别人呢，拿这种拿那把拔枪的那个，完了，突然200P是怎样啊？跟九级好好的是怎样？靠腰嘞，啊不他妈的嘞，又怎么了？奇怪呢，给你面子了，没办法，你都上出游戏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 你说这游戏到现在还没报TUG，就已经是不是被克的吗？嗯，没事。很偏激啊，很多人都在装这游戏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旁边有人？什么？听说，哎，听说中央人会报兵啊？看你们要不要带本书？你说一下。先帮我搞个。哦，劲爆，有料，这个有料，我收了。 我刚没讲指枪管吗？比起指枪管，我还不要需要重过。看要，哎、啊，我刚不是有标？我捡了。哦。没了。哎，这有。有啦，老哥。起灰。好舒服哦，等一下马上摆给你。用 VPN 去连日服。 不知道我们现在不是打日服哦，确定？你要他们说用日本去连日服吗？也只是说说而已。但日服好像听说很多外挂，所以没有比较好。外挂多。那为什么那些人都去日服开外挂啊？日服很多。哎，那左边可以打，打一下啊，跟美人的。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罢了。 这个人听起来就很危险。<笑>当我转身成外挂的那一天，那你他妈神使爆肝快，把我就出来。这样子不是都这样？新加坡都疯狗，我觉得是新加坡都疯狗，一直冲冲冲。以前至少到10个人。
这是机会吗？哦，土豆，哥哥，你直接等下直接把我们养了。负两个，他负两个，哎，他负一个。中间，中间。红甲40。 你这边靠爆甲，完了，我右边怎么有人？那个跳下来，我给你做爆。一个一个，欸，我打了100，200多，总共打200多。我上屋顶，我抓屋顶的。还有另外一队哦。有另一队，我先往后。他上屋顶，三只在屋顶。要下来，要下来。打个。 又下来找你了，打。OK，我补个剑，可以接。冰淇淋，后面。啊，前面。我往后拉。你爆击舰甲吗？没办法，他躲起来。屋顶一个，屋顶一个，屋顶两个，屋顶两个。我要躲，我没脚，我被卡烂。你要被推，走起。接前一击。 我被那个天线锁烂了，天线超猛，一个爆甲，一个 ED， 我被两个推，这个打剩50滴天线，这里面下面有一个，奇尔，应该是，大哥，他们抓我，天线打70，奇尔赶过去。 拉扯，天狼，两个追你，都走后门，都走后门。干，差一点。干，那天线两枪我爆掉了，不然有机会。没办法，我帮不了你。还好我死，不要死烂。这个老天就是超猛的，好了，差不多了。 骑干马差不多啊，没有救到你啊，你管干，你直接换步赢他。OK OK。刚刚好打吗？等下再说。OK，拜拜。拜。干，超级白。哎，刚好可惜，刚才感觉有机会，我只能说。 我刚才那两天线那两枪喷，那我们喷烂了，喷炮了。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嗯嗯嗯嗯。 啊，好可惜，超级可惜，超级可惜，超级可惜。哎呀，一个哎，我打100，200多。
好了，各位，我现在应该还是找不到队友，找到队友再说啊。先休息，先休息，累累累。感觉去弄个东西吃之类的。各位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先修先修，李爸爸阿好爸爸，嗯，夜晚拜拜 ，QW551314， 谢谢你们看台，谢谢你们，各位晚安。好了，其实晚上我现在其实还是有精神的，晚点再看看，如果有队友再看，拜拜。